苹果电脑系统做了那么多的调整，都是为干活准备的。那干活呢？最重要的一个必备软件，那就是微软 Office 三件套：Word、Excel 和 PPT。那这三件套怎么安装呢？具体方法我之前在一个免费课程里面分享过，现在仍然可以用，和各位分享一下方法。方法就是从某宝或者是某些网站吧去买一个。 Office for Mac 的版本，这个很便宜，可能是几块钱，也可能是一二十块钱。卖家会给你发一个链接，然后你去下载这个链接，会下载一个文件，一个 .dmg 的文件，也就是苹果系统的安装文件。安装了之后，它自动会安装 Word、Excel、PPT，甚至还有 Outlook 和 OneNote。我这个是很多年前买的，现在还可以用。它是2016版，我没有升级。 它是可以升级的。其实不光是一个包的问题，卖家还会给你提供一个账号和密码。这个账号是一个邮箱，这个邮箱是微软的 Live 账号。在安装完 Office for Mac 之后，启动 Word 或者一个 Excel、PPT，随便一个。第一步，它会让你输入用户名和密码。这个用户名就是一个邮件，密码就是卖家提供你的密码。输入之后，它会进行联网验证。 并且激活，激活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，也可以升级。用户名是一个邮件，是不能修改的；密码是可以修改的。你可以登录微软的官网去修改卖家提供给你这个账号的密码，这样以后也可以用。具体能用多久，最好问一下卖家。我用的这个账号现在是一直可以用的。另外再说一下兼容性，微软 Office for Mac 的版本和 for Windows 的版本几乎是一致的。 对于一些常见的输入文字、表格处理来说，是没有什么差别的，兼容性也很好。至少说我用了这么多年，还没有遇到不兼容的问题。但可能如果你用的是比较稀少的功能，或者是呃比较特别的功能，可能会有差别。这个建议提前搜索一下。好了，这节课内容就到这儿，我们下次见。